如果当时不是我的疏忽，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了。请周长官收回所谓的愧疚，秋燕永远铭记周长官的救命之恩和知遇之恩。记住，忘记这些，你现在心里需要更多承载的是责任。林秋燕谨记周长官教诲。 下去吧。是。王远，到。汪大少爷，报告教官，这里没有什么汪大少爷，只有您的学员汪远。好。就这一点来说，你进训练班之后的表现，我倒是还算满意。那您就别再。 奚落我了，行吗？给我正经点儿！王远不敢。你父亲曾多次找人带话来，要我对你严格管教，严加训练。我现在想对你说，你没让我失望。谢谢教官栽培。 哦，对，还有一件事情，你的私事我不想管，但是你追林秋燕这件事情，我建议你回去问问你爹，看看他同不同意。报告教官，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做得了主，用不着别人同意。好，有骨气。但是我要提醒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任何的男女私情都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 我的事儿，我承担。你担得起吗？这后果可能葬送所有人的生命，你明不明白？明白。王远惭愧。 来上海这么久，你想家吗？还好吧，但我有的时候挺想我大哥的。都出国那么久了也不回来。其实我还有一个妹妹，但是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走丢了。我想要把这些苦难加倍的还给我们的敌人。安息吧，我们活着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想什么呢？没想什么。
这块怀表是你父亲的，我就你那天夜里在他身边发现的。 大事な段階に入った。これは軍人として見るに堪えない。閣下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しかし我々は必ずや勝利を収めます。そうだ。お、座れ。 7日後には砲兵の標本がフランスから上海へ護送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はシエメルン計画が起動したのですか。そうか。印刷工場の準備は済んだか。ああ、全て整いました。標本が揃い次第印刷を始めろ。はい。 間違いない。この局面を打ち切るにはジャン政府の経済を壊すしかない。ワン・ジンウェイ政府と共同で設立した東亜貯蓄銀行はこの計画においてとても重要だ。徹底的に管理しろ。はい。 橋本君、行くぞ、飲みに行こう。いいぞ。青木君、乾杯しよう。よし。橋本君、私はこの戦争は間もなく終わると思う。 そう願いだろう。それは飲み過ぎなんじゃないか。飲み過ぎ？そんなことはない。本当だ。全くすぐだ。帝国にはすでに新しい計画がある。何と呼ぶか知りたいか。青木君。 飲みすぎだ。いや、違う。俺はただ喜びを共有したいだけなんだよ。わかるかい？その計画の名はシエメルン計画。
信用してくれてどうも。7日後には秘密兵器が上海に到達する。よかったな、帝国のために乾杯しよう。はい。これはシエメレン計画の始まりに過ぎない。この計画は直接ジャン政府の経済をぶち壊すのだ。橋本君、帝国勝利のため我々の友情に乾杯。乾杯。摧毁我经济之蝎美人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七日后将有重要物品由日本本土运抵上海。给野梅发报，务必截获这批物品。是。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一杯黑咖啡。好的，请稍等。上海站的外围联络员刘总裁，昨天晚上被七十六号抓了。叛变了吧？已经投递了，但他很可能是上海站一个很边缘的成员。线索，为此丁力也非常恼火。他真的没有接触过上海站的核心成员吗？通过他的表现，我判断是这样的。他一再恳求丁力也给他点时间，再好好想想。虽然我们跟上海站的人互不交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找一个特殊的方式提醒一下他们。明白。日军近期启动了一个名为蝎美人计划的行动。蝎美人计划？对，这是个很缜密很庞大的计划，核心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摧毁国民政府的经济。有再具体的线索吗？还没有。不过我相信到了大规模实施的时候会需要七十六号的参与，所以我需要你密切关注七十六号在这方面的反应。明白。看好了啊。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报告张教官，说要找你。我知道了，马上过去。是。你们继续。是是。来喝水。林部长，我是不是可以离开延安了？继续。放心，子墨保证完成任务。这是你的预感还是你的意志啊？是我的分析和判断，
我一直对我上次的误判感觉十分懊恼。上次您有误判吗？就是您让我当教官的那次，您忘了？这次没有误判？没有。你来延安快3年了吧？是。其实我第一次跟您见面的时候。 我就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组织上派我来延安的用意。张子墨，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一辈子可能就默默无闻，包括死亡。子墨明白。您说吧，让我去哪儿？ 没心情啊，这可不是一个职业特工该有的状态。去准备一下。有任务。对。去哪里？上海。汪伪政府刚刚成立。 日军就加大了清乡力度，他这是妄图消灭在敌后抗日的我军力量啊！同时还滥发纸币圈占土地，还想在经济上整垮我们。狼子野心。针对这次的事情，组织上准备做出回击。我得到通知，延安将派来一名同志到上海协助我们打好这场金融战。是谁呀？ 目前啊，还处于保密阶段。哎，对了，有林秋燕的消息吗？没有消息，也未必就是坏消息。他肯定还活着，就是说。 就是和您之间推测的一样，加入了军统。可林秋燕一旦加入了军统，整个体系会更加严重，局面也会失控。这样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就说上个月的皖南事变吧，虽然事后蒋介石发表声明，说以后不会再做出任何针对我党的军事行动，但他的所作所为，依然破坏了统一战线，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影响。 同时糟糕，相见合计。虽然我们以后要面对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棘手，但我们依然不能放弃林秋燕，对吗？他在哪儿呢？ 现在开始，你的代号。森蝶。
你的助手，和你一同前往上海。我们有一个特工行动小组，会在上海配合你。这个行动小组常年潜伏在上海，是由我们军统最优秀的四名女特工组成。在军统内部，他们被称之为“四狗”。前で下がれ。荷物が奪われました。何？ユーヤンルーにて護送の車が襲撃を受け、隊員は全員犠牲に。
荷物が入った箱はすべて奴らに奪われました。四人組の女だと？中東上海駅林保園副駅長の分析によると、この四人組は軍当局の四道野梅。四道野梅。聞いたことのない名前だぞ。軍当局内部での呼び名だそうです。すぐに劉東才の取り調べだ。四道野梅を探し出せ。はい。大庭广众之下行刺日本军官，最后还扬长而去。你觉得什么人干的？能速战速决、全身而退，明显是受过专业训练，像是军统啊。不过，军统这次做的太草率了。虽然说杀了几个日寇，但动静这么大，又打草惊蛇，日本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过这件事情。你让人继续留意之后的事态发展。明白。奴の取り調べから須藤や明の足取りを2点見つけました。今すぐ岡村隊長へ電話だ。憲兵隊の特殊小分隊を向かわせろ。君が隊を引率しろ。女どもをとっ捕まえろ。はい。待て。何でございますか。女どもを捕まえた後も張り込みを続けろ。協力者を割り出すんだ。はい。今天开始，咱俩就是搭档了。卢关照，免了。再说了，谁是你的搭档？我是你的长官。是是是，您长官。记住了，管好你自己，别拖我后腿。君远，君远，君远，我这么喜欢你，这样吧，我哪儿做的不好，你说我改还不行吗？改什么改？你不是挺好的吗？要是改了，还是你王大少爷。这么说就没意思了。闭嘴，这是命令。好好好，我执行命令。年轻同志的事，我听说了。他的牺牲，我很难过。当年如果不是他的介绍，我不可能有机会为党组织工作。燕青不仅是我的亲人、战友，他还是个孩子。
请来用，谢谢老板，谢谢，哎，不客气。看，就是他俩啊，是吧？待会儿下手的时候狠点啊，别给我穿帮了啊。放心吧，老大，你就等着瞧好吧。 这么多钱呀！你老大，我说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呀！嘘，嘘，大哥，这么多钱怎么花呀？后边，丸子哥，我说什么来着？我小丸子不出手则已，那一出手一定是满载而归的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什么？钱！胖子找我。
这些够我们花一阵的了啊！够胆偷，但你也得有命花，不是？ 你到上海工作，是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布局，而这个布局的第一步就是让你潜入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汪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你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之后，直接去了德国慕尼黑大学进修。这里面有你在慕尼黑大学所有的行程，以及你的护照、来往船票的存款。 记住这里面提及的每一位老师、同学、慕尼黑的所有一切。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一，为你这三年销声匿迹做个解释；二，为你增加资历。仔细记住里面所提及的一切。好，我也会去到书店找一些书，了解一下欧洲的环境。很好。 你回国之后，记住，我下面说的是重点，由陈富明介绍为陈公博，继而由陈公博和陈富明两人将你引入新政府。陈富明，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陈公博，伪上海市市长。有这两个人引荐，你足以在新政府谋得一份比较高的职。那我跟陈富明是什么关系？近期我们会安排次聚会。 在这个聚会上，我会将你引荐给陈富明。如果以后外界有人问起来你是如何认识陈富明的，你就提及这次酒会，并且告诉他们，陈富明对你有知遇之恩，其他的，陈先生会做解释。那是谁介绍我进入这个酒会呢？你现在对外的身份，上海新会商行总经理。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们，我介绍的。因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复旦大学的校友。 对外，我是你的兄长。
进入新政府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对你的背景做严格的调查，组织上出于安全考虑，已经将你的姐姐转移到科局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谢谢。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还有上面记录的东西，都记住了吗？记住了。有火吗？从现在开始，我们之前的联络方式，注意每天的申报，第四版，寻人启事。另外，霞飞路吉祥花店，你和霞飞路吉祥花店接头的方式是？夜深了，雨水牵着我的思念，飘啊飘，落在你身边。拂晓带来了硝烟，带走你的笑脸。转身，越行越远。风吹乱。吹乱我心，化作灰烟，飞呀飞，飞向地平线。在看不见的地点，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诗。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送给你一个又一个美丽的诺言，好让你等待，等待下一个美丽的春天。吹乱我心，化作灰烟，飞呀飞，飞向地平线。在看不见的地点，一定会度过这个寒冷的秋天。寄给你一封又一封我的诗。是否也会让你一夜又一夜为何言？送给